玩 GTA 吗？还是？没有，每个礼拜就是我们说，就礼拜一、礼拜四，那时候我们就讲说，下一次可以玩就是礼拜一、礼拜四，然后还有礼拜几，但是这样讲一讲。对哦，对，我应该不在，不是记得说什么，不然礼拜二关台后啊，只记得，结果我有听到是这个啦，因为那时候就是我一直不行啊，对啊，礼拜三晚上又不行，哎，就这样，所以就都不行。对呀、啊，杰杰克都不克行，大对，忙了，都不都行。我都我，就杰克不行了，就杰克不我行了。那进谁的？谁的什么？我我现在来是对。在单人公开了，现在只有你一个人在单人公开哦。哦，所以你们都到了，就差你一个啊？怎样？啊、哦，差我一个。差你哦。大家安安。等我一下，我忘了设定。你忘了设定啥？那个串流嘛，哦，按下去等都你。没有。那就发现没办法串流。噔噔。大家安。不行，要好好去看医生。对啊，杰克。对啊，有啊，噔噔。预防胜于治疗。亲爱的，男的不行救女的，相反的，女的不行救男的。OK，Google，OK，Google，OK，Google，你好。OK，Google，我想要加自己关静音。什么东西？啊，就那个啊，Android 的那个啊，他的智慧助理，智慧助理啊，iPhone 也有，OK，那个 Android 也有啊。Siri，哦，iPhone 就你是是 Siri 吗？对啊。然后音乐那个武装谈判也有折价哎，你想买吗？我想买啊，但是我要先解那个一个差事才有折价。个差事，哎，我都要你们了。差事，好，我看一下哦，装坦帕，那折价剩100，有解任务就100万。什么东西？武装谈判，财经一个服务。差事能用的车子。上面有机枪座，然后防又有很高的防弹。好，那我来看一下啊。特价，平批台发会价。员个十百千万才2万，他说要解什么东西啊？什么猎杀专员？啊，猎杀什么的？啊，等下再解啊，等抢劫完吧。这个吗？是上次我们是用这一台吗？他。马克不是说那台吗？哪一个啊？想哪一个？那台还可以在那个去机动中心里面改更强的那个装甲。其实托差特30万而已啊。说那台叫什么？武装坦帕。哦，看到了，武装卡帕。卡帕。应该是卡帕欸。什么早日康复？不是，我不是感冒。你他不是没感冒，你救我了，很正他常，不行，那不是没感有冒，救是他就不是不行，行，我这不是可感以，冒，那为什么你我不昨天行，不行？昨天我是不是不行嘛？敢报告，前天是不是也不行嘛？是前天去找人录影，找人测试行不行？是不是？测还试找绿行不绿的行？人，是还找绿绿的人。哇，可怜，武装阿帕，听起来好猛哦，武装阿帕，可爱，卡哇伊，卡哇伊吗？你是说车坏穿是不是？武装的猫咪之类找你们喽。我进来设施了，我来跟他要糖果吃了。哎、欸，对呢，糖说到果糖满了，果，看一糖下我的果等满了，级啊，哦，没满没，不可以感冒啊！我要北上啦，还感什么冒？啥鬼啊？我感冒了，六，我剩6个护甲应该够吧？不敢打了说，看顺不顺呢、啊？
那走啊，我不敢说，再跑一次而已啊。我觉得我们先买满再那个吧。好吧，那你们既然还没进去之前，我们先买满再说。看一下我的护照。买烦你。好，应该够吧？应该，你也应该，走，买满。阿志，不是啊，等下老板又不开店让我买，我就嘿，就用你的 VIP 吧。那每次老板都不让我买、啊。杰克，我买完了。那、欸、你们护甲都买满了、哦，赶快按那个全体离开设施。全啊，来不及了，我出来了。离开设施。护甲差三件，买满。好，就买满。很近啊，隔壁而已。开车十分钟。发现你骑错车。没差啦。然后我的那个德鲁克索终于改装完了，垃圾车、哦、用不到，垃圾，垃圾，然后直接打进垃圾桶，把它卖了吧，我来骑一下哈基的车，把它卖了吧，哈基出来的时候没车骑，然后马上叫走，我骑的不知道谁的车啊，你骑我的吧，我看有人在我车上。哎、欸，你离开了，我离开了，关心离开了，哇，关心离开了，哇，今天的没问题，还是一样吗？没问题，一定是幻觉，我再过去就好了。哎、欸，他借我骑不了你的车、欸，哎，是不是锁定啊？没有啊，我没锁啊，我上不了你的车、欸，哎，我把我的车交回来。哎、欸，这个人怎么把我车推翻啊？这到底谁的车啊？这谁的车啊？每个人哦，我是调到日有了。没关系，我把我车叫回来了。我看他在我面前消失啊！气死！我应该把那个重生点设定在设施。嗯，你跑到哪边去了？知识大楼。哦。你可以出去再重新看会不会比较快。今天有听到，不是，我就是把家是那个啊重生点啊。嗯，玩家也不在一个新的战局哦。啊？还是我邀你过来？来啊！哦，今天有听到鬼岛那边的一个小道消息。然后。欸那个白名单就是寄信的那个啦，排队的单子，他们还要审核那个单子。哦，排到75个人。哎呦，好恐怖哦！75个哎、欸，好多哦。算了，原本多少啊？我不知道啊，只是说他们还没审核过的。太多，而且他上线30多个，你要排到几？用挤的啊，一定进去用挤。等开放上线啊。啊、然后韩吉镇那边是说要开放1000人，1000人会大乱呢、欸。你看、啊，防不胜防喽。这里是哪里？哎、欸，哦，我想说，嘿，哎，我还以为是哈吉。我什么？你怎么死掉了？不是跟我不关我事啊。我以为是哈吉。我想说他自己在那个门口就直接发射了，哇！哎、欸，我们等一下，你是哇、哦？赔我车钱，你一定会赔的啊！快跑、哦！我下来！快跑、哦！咬我啊！咬我腰了！快跑哦！走！给我下来！打不到。坏了啦！一切的和平都是从1月开始的。对，什么都没做，那边炸我车。抱歉，我把小东是哈基。我觉得是我的话也很奇怪，为什么打我、啊？因为你都是乱源的跟踪。蒙古，你要让我吸趴才行。刚刚就让你吸了、啊，才吸一点点。哦，不行，就在那边吸。我被吸了，吸他了。魔方锁，
在那边立取。哎、欸，我没有捷克的哎、欸，没有啦，我刚你是不是叫我叫车？嗯，好了，好了，等我一下下，咻，我来了，等我一下下，一个很重要的东西，很重要的东西，多重要？太重要了，什么东西？说出来听听。叫做每日吗？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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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我每日每日也很重要啦。每日这个有办法不行。每日领东西投票。哦，欸、还好啦，欸、那也蛮重要的，还可以啦。也、欸、没有人在办公室哎、欸，为什么只有我一个？哦，进来了。好，可以的。他怎么了？哦，我们要空中防御哦，开飞机了。你们有没有想开啊？我们交给哈基吧。今天是要开到几点啊？我是都可以。我应该会开到十二点，看你们有没有去玩。好啊。中途如果没有就自己开，我们可以继续啊。所以你昨天开什么去睡觉了？不、是看到你开什么麦块，然后一直被东西追着跑，说什么会吃？没有，他是就研究指令啊。哦，他是在追着东西跑。对啊，啊，不是被追，就是指令方块，就是指令方块长脚，他自己跑掉了。他在追，应该是反的。嘿嘿，今天可以开到十二点啊，没有问题。有问题？可以。我有问题。你有问题？对，我可你们可以玩，我但我有问题。你等下要休息吗？我最近都六点就起床了、啊，好早哦。我还不是为了礼拜日、啊、哦。那我是不是也该去剪片啊？剪什么片 啊, 啊？我礼拜六日的影片还没赶出来啊？不需要啦。要啦，不行，会少影片啦，会啦，没关系的啦，完了，你怎么了？住了，你进到家没有？进到你那个设施最后那边啦、啊，然后应该进去会直接跳差事嘛？我现在画面模糊掉之后，东西没跳出来。我看你还在加入中，啊、正在加入。你是进房间了吗？对，哦。走进去，然后画面变模糊，应该会跳那个猜思画面吧？就等一下吧。嗯，他似乎卡的有点久。对，嗯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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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重开了。我现在可以退掉吧？应该没差吧？可以吧？可以吧？一起，把一起。把大家都踢出来，确定你那个叉四，对，我被踢出来啦！哎、欸，你看到我站在那边吗？有啊，你在旁边 啊, 啊，你在这边动哎、欸，你在看着电脑，你为什么戴了个面具？对啊，我刚刚是很重要的事情、啊，有点奇怪啊，啊，很重要呢，推不到他哎、欸，推不到他自己，推不到哎、欸，因为我现在还在模糊画面啊。可是你有出现在那个托邦首领，把他踢出去，把他踢出去，我怎么踢呀、啊？把他移除，不能移啊！好想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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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是解散吧？真的好想你，不是假的假的好想你。三个月啦，有跳摩托邦，心安安，解散，浪浮。然后你还是卡着，洛旭丁，对，你重开吧，你施主。我觉得你重开吧，好吧。哦、你的头发是不是也穿模了哦？都是的。雕帮帮你。嗯嗯。你怎么了？你刚刚是跌倒了，月。啊？我刚看你是，就有人挡在前面啊。有了。哦。
你说你的动作好像是跌倒的动作，就有人挡在前面哈。没事，就来抽抽奖，抽奖，好，抽奖，抽抽抽抽抽抽，抽起来，就来抽抽等他记。是有人说抽奖，抽奖就抽奖，记等他记。所以团团是不喜欢披萨上面放凤梨哦、嗯。他说不能接受。嗯，那他能接受什么？他说水果不能放在披萨上这样子啊。他加热，水果不能加热哦。他是这样讲吧，凤梨不能加热很奇怪。那他不能吃果酱，果酱都是加热过的呢，是不是？这样讲有没有合理？好像有苹果派嘞、那个是加热的吗？对啊，他好奇怪哦，他好奇怪。抽奖抽起来，披萨上面放凤梨很好吃，抽奖抽奖，那放凤梨不就是什么夏威夷的那种吗？对啊，说夏威夷才没有凤梨这个水果，可是为什么会这样子做啊？啊，在热带风味吧，有吗？嗯，那好吃啊！觉得说凤梨很热带，说不好吃你也抽不到奖。然后等下中奖都是说不好吃的。哇，搞不好你家的玛丽喜欢上面放凤梨哦，你在那边骂。玛丽上面放凤梨，就那个、啊、阿伯啊，在我的聊天室叫嚣说干谁？喜欢在凤梨上面放凤梨，不是啦，凤梨上面放凤梨，放披萨，凤梨上面放披萨，面就很好吃，好吃啊，酸酸甜甜的哎、欸，对啊，对啊，再加上起司，有点咸咸的、欸，有人说喜欢，有些人不喜欢、啊，有人说起司如果真的拉不了丝要怎么办？拉不了丝就是。不会牵丝怎么办？你知道吗？不会牵丝，所以是用胶水吗？不是，是放口香糖。啊！哇哦，这个牵丝，可是那、哦、那个吃下去会有问题啊。起司不会牵丝，就是用出起司啦。起司品那种品太多太多种了。嗯。用错种类了，好像是马苏瑞拉吧，马苏瑞拉才会签。安，什么巧达、啊、什么的，好像就还好，就咸咸的。嗯，调味。为什么这样子？这么久，你的 GTA 是不是有什么问题？奇怪嘞！那GTA 是不是要找个时间重装啊？重装也太惨了吧！不然上一次你的也是有问题不是吗？嗯。这次还有什么特价、啊？目前看到就那几个哎、欸。哦，哈基进来了。有什么好买的、啊？感觉船都不实用哎、欸。嗯。佳佳。好。快艇。救生艇，极限快艇300,000，海上伯爵400,000，我要喽。嗯，公牛170,000，母牛嘞？可以去问看看喽。
哎、欸、有潜水艇欸，潜水艇不要买，不要买啊，嗯，没用过啦，你可以试试看啊，单人潜水艇说风评不好，真的哦，